我想看怎么个事儿。没事的，剩下我们俩也输掉了，同族杀一个就赢了。啊哈，别急，杀了杀轰轰啊，杀轰轰，杀轰轰，来了来了。好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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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报身份，来过来。张曼，谁做任务了？谁做木乃伊任务了？好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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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做木乃伊任务了？谁做木乃伊任务了？好人好人好人，哎，爆开了！好人好人，你是要报身份吗？报吗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是土地爷刀了铜珠，然后千面修罗王布罗过来再把土地爷刀了。我其实给布布报了身份，但是他好像没有听清楚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是加拿大古河，我猜土地爷应该是刺客州的。我觉得啊，因为他只有在玩刺客狼的时候才会这么大胆，当所有的面刀一个人，因为他刀完了人以后直接报警，报完警了以后自己就拘一个。我太了解他，所以说这把我认王波罗这个刀，我认。我认吗？我。C 哥，你没看见那个有一个腿被吃了吗？我看见的是有个腿被吃了耶。然后波神在你报警的前一秒又把一个人刀了，我有点不太想认。因为他刀的是刀完人再刀一个，刀完吃完他刀。我来到，我来那个编一下，怪怪的。正义爆开了，然后十大壮刀铜珠、王波罗刀十大壮，那王波罗一定是好带。OK， 给红子发言啊。听下波人怎么说吧，同珠给我说他是好人，然后不对啊，正义爆开，然后我看不到他了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一个反跑金字塔，三个人怎么正义爆开，后面就跟丢了，不行不行，北港也没有他，我再想想，金字塔里面也没有他，不然去哪，正义第一个死被谁杀了，其他没别的信息了啊，过，看波人怎么说啊，来，波人说话，过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同珠一开始是跟那个王波罗从那个金字塔上面走下来的，然后后面我看到有人上去了，我也跟了上去，我说谁在做金字塔任务又在做，然后我走到金字塔中间的时候就报警了啊，这尸体是都在，应该是死在下面。听王波罗怎么说吧，过。全部逮到，小老虎吃了一个，王波罗刀了一个 ，Saki 刀了一个。那被逮到了，小三直接跪票，我过了。你怎么看的？刀人的除了我都死了，我刀的是土地爷，因为他刀了一个。我不认出啊，好人好刀，100%的好刀，但是翠海银行叼走了一个，没别的信息要过。翠海银投你了，你怎么说吧？我先说啊，听完这个发言，那就是按照尤达的说法的话，就是土地也砍了一个，波神和猪猪侦探各砍两个，翠海银吃了一个，翠海银撑死的就是个秃鹫。我倾向于先投王波罗，他的刀我不认，过。尤扎呀，眼睛。淌口水，还崔婉一吃的，我吃的。我跟你说是这样的，首先街道左边正义突然爆开了，我大喊一声爆开了，然后土地爷刀了铜珠，王波罗刀了土地爷，然后我去把正义的尸体给吃掉了啊，过。那崔婉一点票点那么快干嘛？反正这把我和果果一直在一起，我说果果我们冰释前嫌吧。但果果跟我说话好凶啊，都快把我吓哭了。我们还是先出波神吧。为什么把我出了吧？为什么把我出了吧？再见了，什么身份？老师被刀一个了。什么正义？我是什么？我想好的。你正义？我刀你了。不知道，我有点什么身份？刀你了。老师被刀一个了。就剩我了，我得刀了吃。哎，爆了得了，队友都没了，春晚应该是模仿，真是无语。你是秃鹫吗？大哥，是啊。你怎么不是秃鹫吗？你怎么从那里面出？叫你多走，这该死。警长，这马上都12点了，你还在这玩警长双刀，这种效果。关键是崔婉莹都已经确定了他是一个好人的情况下，你怎么还能刀他呢？波神是个坏人走的，他说崔婉莹叼走了一个，那崔婉莹就一定是个好人啊，他在栽赃啊，
他就是因为在栽赃崔远影，崔远影才会点波神的票，因为崔远影不认他是个秃鹫。你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戴了个眼镜你就看不清楚方向了呢？你是老花眼白内障吗？我真秃鹫啊，我真能吃、啊、我屎鸟鸭不是秃鹫吗、哦、真是又笨又坏操啊！怎么办呢？波波刚跟我说他是警长，然后我就跟他说 NPC 是好人，我正打算说崔婉莹也是好人的时候啊，他冲上去给崔婉莹当了，那怎么办嘛？跳山刚推的波神没问题，他跟芒果互保。猪猪说他正义不可能是链子，是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正义不到了，是刺客，吧我不责过。太夸张了，正义刺客怎么爆开的？因为王波罗没我就说了、啊，那个王波罗是跟铜珠从上面下来的，然后铜珠死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一轮呢，是我跟布布。这一个墙上还有一个随着皮珠一对链子一块儿在这个供应小屋这里，我没看到芒果下山还有猪肉侦探，不知道三哥在外面干嘛啊？这是我看到的信息，好吧？警长双倒过，那就很简单了，全票打飞猪猪侦探，因为我和笑三在一起啊，然后上我反正填饱笑三，我们是吧？效果联盟，帮帮应过了，应该是有一个好。我走之前给你分析一下，因为上把是三个弃票，上把崔婉莹是模仿正义，应该是那个不能拘这拘能拘人的走掉了，上把有三个弃票。这把警长双倒，我杀的油炸鸭，油炸鸭不像猎鹰，猎鹰应该还在场。我跟你说。有一对很像链子的人，首先不是 C 哥，不是布布，猫不是芒果跟笑三，你出去啊，你不要急，我开任务，然后那个猎鹰呢，把这个猫不是芒果跟笑三杀掉之后，就会进入猎鹰时刻，然后你要小心黄富跟 NPC， 你就可以拿下胜利。过，投我吧，我出去了，拜拜。我肯定是也果了，果果说话我要出去了呀，我在给猎鹰留遗言，你为什么要让我滚过去、啊、而且猎鹰肯定就是新一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听了笑三，我受不了了，你赶紧死吧，受不了你了，加油，太反胃了，哥哥躲起来，笑三躲好，我没出去，那没事啊，不是、啊、三个什么意思，我不是猎鹰啊，去吧、哎、这一对杀掉了，不要了，新一自己人，我帮你杀链子去，盘都盘出来了。就是猎鹰新一，我杀个肉汁是，你是狼是不是？你说你吃了鸡腿，你是不是屎鸟呀，猪猪？那我可我没吃鸡腿，嗯、我上把编了，我没吃呢还，我现在吃你的，我你去我就当你、那个，我就当你，我就当你，我你去打猎。哎，我真吃了，哦，我没吃。Hello， 三哥，没事，我刚刀完人，我刀不了你。怎么办，果果？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你说句话呀？我哎，新一，新一，我们出去，怎么说？我们出去绝对不能互刀，互刀就链子赢了，链子赢比杀了我都难受。刀了他们就赢了。嗯，这个游戏不能让链子赢，我觉得是谁？不投票、嗯、还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只有我跟西坏人了，还有个秃鹫啊，这样这样，我觉得我们出去之后啊，那么 NC 是你真的是 NC 啊， NC 是秃鹫吗？ NPC 纯孽障来的 NPC， 你在干嘛、啊、出去给这个链子刀了， OK 没问题，不好这样的，我刀让你，你知道拉扯吗？好、啊、你懂不懂，我刀让你赢，小三懂我意思吗？你听我说，待会儿时间，等一下，青衣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情啊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把，
你砍了个人，然后猪猪啪过来给你砍了，没事没事，然后你输了，你待会儿别刀，没事没事，我先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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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想一想，我先刀，我先刀，你反正我归票，我投新一了，投他。待会儿集合，待会儿集合。OK OK OK， 我当你，猪猪，我先刀，我先刀，我先刀，我当你。别别别，我淘宝淘宝，让你赢让你淘宝，别别你赢你赢你赢，今天我赢过一把了，这晚上你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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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笨猪，我赢不赢让小笨猪赢。芒果，哇啦 ，Saki， 我是爱猪啊，芒果，我是爱猪啊，哎哎，我最底下那个，你最上面那个。三哥，别走啊！三哥，呀，牛逼牛逼，完了，小三，牛逼啊！救命啊！哎，没 CD 了。呀！哎呀，老公，怎么说？哎呦，哎，我们俩谁赢都差不多，这都可以，一样都一样，赢就是我赢，我也是你赢，对，都一样。红猪好爽，刚刚我在赢的时候你是活仔，不是当芒果，不能说芒果，当上山的时候好爽。猪猪，你没有吃鸡腿的话，我。